水瓶座。水瓶座的人不爱暴露自己真实的内心，即使喜欢一个人，也不会轻易的表露自己的心意。很单纯，还有点小高傲，在感情中他们都很自我。同时水瓶座的人直率，有时候会寻恋爱白锁，觉得既然对方爱我，就该懂我的一切，比较小任性，无拘无束。分手后即使水瓶座爱着对方，也很后悔，但是也不会去挽回。尤其是水瓶座女生，适当的克制一下自我。第二名，双子座。双子座的人堪称情场高手，善于观察照顾别人，情商智商都很高，善于社交，因为他们性格外向，异性缘也特别的好，给外人花心的感觉。其实双子座真的爱上一个人很容易陷入爱情中，同时善变的双子也很容易对爱情产生疲倦，会各种闹分手。但是分开一段时间后，他们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。双子座总是拥有的时候，总是对感情不屑一顾，总想以后会有更好的等着我。这种观念改改吧。第三名，白羊座。白羊座的人个性冲动，直来直去，感情中也是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。我姐姐就是这样的人，用句大白话，真的很刺挠，心不坏就是事多，碎嘴子，喜欢就追。他们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不知道对方怎么样，反正就是自己喜欢了。白羊座爱也是自己的缺点，就算遇到真爱了，可能会因为辨别不清错过了，你要让他去改，叫他再去追，他也不屑承认自己错了，非要怪那个人跑了。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发表看法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